拢嘛啊，五根不断，有人买吧？啊，五根都断，哎，大哥好，来，哎，拢嘛吼，三百块买俩吼，谢谢。过来试，来飞机员来，飞机员够旺，然后他订几只嘛够飞机员。乖乖来，要吃飞机来，中国块买三百，买五百，来吃，买酒来，两百块完了，花出来两百块，直接不给你了，直接不容易啊，进来，来两百块的。飞机还没两百，到做饭啊，直接弄过来，弄过来。还有包炸鸡那边。我买炸鸡啊，来，我炸飞机给你们发货了。现在还在卖花枝丸。来，几来几来。一个几个，那边飞机哦。来，两百块转钱要请来哈，来当个样哦，两百块，秒送。来，两百了，飞机两百过来，到做饭啊，花枝丸两百块啊，飞机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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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差不多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找老板。来来来，不播了哇，不播了哇！来，要吃飞机啊，忙个套路啊！不玩了不啊！来，花枝丸两百块来，两块。来，两百块来飞机啊，两百。给，收收过来啊！来，两百块来飞机啊，两百。够什么块的？进来啊！来，两百块两花枝丸两百块，准备吃啊！进来，给你们真真谢谢！来，两百块，抓两个妹妹来啊！你两个敢别个？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来三杯啊，不是，来三个来。你弄不加啊，我讲你弄不加啊。不加。来一个人加200给我。不会呀。我给我不改变掉，我不勉强的，但是你们两个而已哦，下次没有这样子卖的。你下花是好像涨价了，我卖这样是故意卖完而已啊。我来一摊钱啊，欢喜得了，来回家能发过来。来个解休的哈，哦，来包机包机，大哥不勉强，真的不勉强。来，各位来卖卖我八七八三八块，不是吧？红机机外公，大家拢要解等一天，猪疼。哦，来两百块了，不用300了，今天变百万了，真正好价，各位超漂亮的。来两百块来，只要掏钱要来两百了，已经钱了，我要变完了，今天来两百块了。还有，还有。来各位两百块人用钱，你是在赚啥货呢？哎，龟尾一份200很便宜的，人家都买两份了，你们还在看哦？要几个？要三个人。来，两百块龟尾，三个买了是不是？龟尾还有？走啦！要你要你弄龟，你弄峰哥那袋也有钱吗？弄峰哥。峰哥不好弄哎。买两百块的，来来来。不要笑，不要欢喜啊！好装款的不要啊！来买三百，来两百块，弄我哩，弄我哩。我阿哥贵位啊！来这两三十五个人买，来两百块的，用真的，用煮的，好装好吃，用汤的都能得。来两百块，赶快赶快哦！来最后一位了，贵位。我贵位啊！来两百块，成就你啊！来两百，来蛋糕没来？过来呗，过来呗！我讲话好听不？好在。来这三米啊，蛤蟆过来，蛤蟆干活。啊，抓小的蛤蟆来。好，斌哥好。哦，阿香好，鸡排好。大家蛤蟆有咩呀？有咩呀？蛤蟆。有咩不关？有蛤蟆。有奥良鸡翅，奥良翅小腿。来啊，好好好，加好。谢谢。馅饼什么盖加？来两包，我发两包七八倍，来三百块馅饼，一包有30颗，来我听，来我会寄来三包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一人一两刀啦，让你们吃高兴，吃爽爽啊，好不好？没五百啦，没七百，三百嘞，来两百块完了。馅饼200块来，纠结人跟下来。爆浆馅饼来两百，几人一包？七加八，我来一包了。一百，100块来，馅饼一百块来，全家好起来，猪肉馅饼一百块来。二人要吃馅饼吗？哇塞，这个这么好吃的馅饼，你们不会买？来一包。去吧，哈喽！我挑干买白米，我叫的，来两片鱼仔五两，两片三百，够两块啦。来鱼仔五两，
玉泥竹龙饼糕，可出来浙大等浙江人浙江亲。来，没啥，来，你要我的，来，存三谢两片两块，让给你来，250不是300了，250。来，最后两块玉泥竹龙饼糕来，来，你要我来摆糕，铁架那边来摆。少两个。来，你要我存几两片？这你买买着一两安尼上少，来买20，但是20无我哦，20是安尼尔。来，你要我最后几两片？无啦，剩这两块尔，没有了。来250，最后两个了，都买到了吗？一个，好来，还要吃鲑鱼来。小卡鲑鱼啊，好了，鲑鱼我来发一单。来，要吃鲑鱼来，铁板烧鲑鱼，一开始1800，来500。收济啦，较济人买来300块来，鲑鱼300块来，就到前面了。足水哦，你真正三毛少，真正好食。来300块了，来300块来300。来300了，真正的三毛少了啊。来300块了，贵就用你了。来300块了，来300块，没讲鲑鱼，不要再看了。鲑鱼哪有那么便宜啊？鲑鱼在涨价，我还卖你们那么便宜？来300块来。还没看到蛋黄，还有很多的啦，很多的啦，所以我要卖那么便宜嘛。来300块，铁板烧鲑鱼好吃，来300块，够这么快的。来鲑鱼买500，把我这来300来，300块来。来300肉够这么快的，来大家要吗？来赶快买一份就好了。来300块来，鲑鱼掏亏，鲑鱼掏亏来给你。来300肉，够两百块就把鲑鱼。来300块来，给出门盖钱啊！说真的，没有很多了哦，我马上卖啊，大姐。割了。来380，峰哥你割了。来，他割很久了。来380，龙中华鸟鲑鱼，好，谢谢你们。等大哥卖上了，他电话跳钢管了，一毛钱。啊，谁啊？我没有，我带钢化过来的。来，阿牛你先钢化来。来，阿小牛也卖给我吧。不要买500了，刚才买500的客人吃不完，对不起，来380完了。来300哦。金价轻耶，等会3块四块哦，你来380，你买不着啊，基本都欠。再点300。基本都欠的，来380的，300块来，6条给你哦，赶快啊，不要考虑了，380来，对煞对差对行，来500块买四百380。来价格合理，来3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来留下380来，不跑不跑不跑吗？不跑了吗？来380，来380来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来380。这边表完了，来，你要380，上面关掉机，好，全家你好，来，阿妹妹就来380多，你再挂别的，那拢先来买1000买2000以上，来380，鱿鱼通通买到了哦，阿根廷鱿鱼，下巴没有了对不对？下巴还有，下巴还有，我有留，我有留，有留哈，这开车开较紧的啊，你慢慢开了就要上坡啊，你，我刚才我知影是你啊，所以我有留。鱿鱼来。你最近那板嘛愈来愈大只啊！我那板，你也你唔知影啊！我这扛板在搞，对不对？下几位春节呀？无啦，来380最后一个来，真的刚好六条，没有犹豫了，阿妹妹牙手，以后你考虑当中的牙手，咱老妹妹500，老妹妹死啊，我就收收啊！来380最后一个人的，没有了，上面搞阿妹妹，不然就当家牙头。进来380，大哥，你用青蛙的，不啦，开玩笑的。来，送给蟹脚盘来3盘，不用330了，380来280喽。来200哟。他不要用，来280过来。请假后假，接着你朱辉哥朱握寿是这里寡，来280过来。哎，都有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，来新产品来。来牛二两鸡小腿来，牛二两烤鸡翅，这家伙价哦，一包一斤。200块，280完牛二两烤鸡翅的，这不是辣的啊，非常好吃。2包500，2包400，300块不用了，一个人拿2斤装哦。88，你要来280的牛二两烤鸡翅的，真的好吃。280来，你一定要买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牛二两烤鸡翅，280哎，这是在美丽那个秀，这是一斤重的，不是400克的呢。来，再一份给我。不是300克的呢，这是600克的呢。一包850，再2包200，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牛二两吃小腿，够两宝贝的饱，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它是一斤重的，不要再考虑了，都有了哈、哦。
啊，200块啊，有人不买了吧？来，谢谢。来，啊，下包了，可以了没？下包了。来，新的国企是木软，哎，它虽然是新的，可是过两个礼拜它就不见了，它就变旧的了。因为这是餐厅的物件，哦，餐厅休困，叫我拜托帮我卖卖啦，一斤800块，我唔知要卖，我凊彩卖好啦，我今日也卖掉，倒个物件好，爱让人食着，哦，啊，食着替人餐厅广告，我讲吼，对，跟餐厅甲你问啊，来啦，免200块，这个真的好吃，一斤180，我卖200也赚20块，不用买200了，一人一台，哦，一人一份，800块。这个叫做当归国企丝木鱼丸，好吃的丸子，来100块，来七八包，专包给老杨，给下人，大家都好领。来一人一份，来七八包，当归国企丝木鱼丸。你家己买当归，这你买枸杞，看你做会起来没？煮冬瓜汤就可以加几颗了。哦，当归你哇，而且餐厅食到的物件，我起来加五百块，买七八包就买得掉。来100块都有了哈，三个，一个人至少都一斤呢。来，当归枸杞丝木鱼丸，做人要吃，买七八块拢买了哈，多人没事。来，各两个人，最后两个叫全部五个人，一个人超过一斤哦，买七八块碗，当归枸杞丝木鱼丸。来，最后两位，来一人一份100块给我。快点呐，这个好东西。来，说完了。哦。来，我们来，好啦，感谢恁规家伙啦，我唔是咧讲你啊，你遐小姐情绪遐好妙哦。来，过下班我发来两个人去，两个啊。来几个人来？吃完了没？有啊。两个。下班好，我拢带下班来了啦。来，两个吃完了。刚发来就卖完了，刚好卖2包1公斤啊。看下未？还没啦。你买了回来啊？我你想去吃好套啊？我你打吃好吃了咧？无啦，我计白计无，计难算我诶。来，香草鸡排。来，小哥卖开1800，来500块，小姐500块后再吃一拼盘了。来，先叫姐人给吃，来500块。来，谁要小姐呢？500要一帅哥，谢谢你。500块，叫去吃吃火鸡啊。你妈紧嘞！我今妈小哥要几啊碗？要怎样啊？来500块，互恁安尼创安尼，我唔知要安分嘞。来500了，来两个人去叫小哥来500块，来500块来啊！来500了，来做300块来去。小哥500块拢装备了嘞，小姐。歹势，我小姐一定是只有500，只小哥较贵，我不得500块。来500块过来买多一点哦。其他都买到了吗，小哥？好，谢谢，不准废话。啊，要吃鱼啊，蛋黄，我吃不完啊，鱼品板啊。我这还有吗？加油！卡拢卖不完，行啊。啊，1包1公斤香烤鸡排啊，这色的啊，全熟了，你回去加热就很好吃了。哦，囡仔无，囡仔无用，叫囡仔给你加热就好了，快冻。哦，吃这200啊，来，有要吃的开300都，200块都，200块来。带。最干净老火。来。过吧，对，不是这样。来啥来？200块。我好你啊，这1包1公斤就100块，我一个人给2个3。是吧？感谢您，感谢您，这个物件我卖200块，真正是含金价，来200都。钞票有没有啊？到啊。1包卖200，1包请，来200块都，香草鸡排来200块来。我卖卖阿婆阿弟都卖，来200块都。来200块的香烤鸡排，这是有牌子的，而且是大牌子，忘记哦，北北，你千万不可以把小姐给买。来200块来香烤鸡排，最后3个人了，过来不会了吧？香烤，弟兄们，马上邀请啊，好不好？北方的，来柠檬鸡腿排，哎，这是三节烧嘞，这也是新产品。三节烧鸡腿排来，这个是日本料理店才有的口味，一人一份超香的哦，来200块。给我没沙发啦，卖讲新口味的，还袂较贵，赶快200块来，一个飞机哦你。员工是来十机哦你来，200了。来再一个给我。实施啊，卖讲飞机啊，赶快让你脚送来，一个加十机三节很香哦，你可以拿起来。员工是你，超香的，来200块来，三节烧鸡腿排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来给你啊，来最后两位喽，三节烧鸡腿。人帅就是会被冷落。
阿贵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爱讲我会歹势啦。我咧讲我啦。怕你老实吧，我。来，吃这个三节烧鸡腿排啊。来，两百个，你要讲咧，问你莫较细声诶。我做细声咧，还讲你听到。来，三节烧鸡腿排，够人无买着无？那我是讲，我伊咧讲我人帅啦，安尼啦，结果是咧讲伊家己啦。哎，对啊。洪哥上。对。来者啊，对。来，要吃意大利面，快点哦！四个客人，来两百块来。两百块。意大利面，赶快哈！这一包六十啊，来两包半，来三包哩，来四包哩，来两包，这两包我请你，来两包，我叫姐要买意大利面，来两包。来两包咯，两包过来，两百块意大利面，包包给你。来，小姐妹来意大利，是拢袂晓吃的呐。鱼片们搞准备哦。变了变了。气泡我都。我做我安尼袂来，两包过来。来，做人要吃意大利面吼。来，两百块都买到了吗？这个真的不便宜，我们家好多呢。来，两包都买哦。这个大哥大嫂，你们讲上好。你来拢唔讲话啊？你全部拢无食材，再进来啦！你靠食死的感觉，你就来好。这些来鱼皮粉，给处理起来。来，这个是国际石目鱼丸，来，谢谢国际石目鱼丸，来，谁买的？来，大哥大嫂来，啊，甲鱼啊来，啊，几千块我都要吃鱼的，一千块来。快讲啊！这碗做青菜哦，不是你到店看到也一样啊，不是你看到桌面的鱼而已哦，很精彩哦，赶快拿钱，来一千块，以这一盘为准得了，一盘得了，没问题，来一千块，中一盘你看得，大哥好，大哥三盘 ，OK， 谢谢大哥，咱买三盘，我唔知你徛伫遐要创啥个呢？大哥落来啊，他大哥落来啊，哦，一千块，来四个五个。免跑，免跑，免跑，那你家己处理得。我要一杯料的，我再来用。那个两百兄弟啊，我阿两百，我的青衣给我配上，好不？阿两百青衣。没事啊。这阿条就是来讲的过去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干那刀片的鱼啊，尔，这人去吃吃的搞鹅卵包，真正好吃。一杯两二啊，五三百的卖啊，这杯黄鱼嘛同款，这半卖你一千秒。这杯啊，这英哥人咧讲青鱼，这嘛是日本的哦，这是日本的哦，日本的鱼比台湾品质更好哦。来一千块，一千块贵人对不对？五个，五个六一个，上一个哪有贵啊？买一个，出去。收一个更欢心。来，哦，你个一个。三个啊，四个啊。好，这样，这个这样。一样的位啦，我家是我家几个。几个弄的？我都没啊。来啊，提一个。五个啊。有几个哦？来，我今天我卖了钱，但是吼，我大哥来做旁听的，这几只拢好鱼啊。来，一千块。五个人去买，五个人去买尔哦。三倍，等一下哈。我袂晓是无趁钱，我搁了着就倒贴啊嘞。来一千块，这两尾红条，这两尾银丝，敢若这两尾甲这两尾一千块买袂着？同款有无？我拢无一家人数。我来要吃鱼片饭无？有要啥哦？我咧讲啊，会点一尾，大哥诶，你甲煲一尾红条鱼就对啦。可以。可以。无煲青鱼啦，但是没有这母青鱼。哦，你收了，你收了。七个。七个好了，其实刚刚好七个。啊，就身体好，加收贵啊！你看我下班来放屁呢。七个，七个。来，七个，快点啊，处理啊！来，阿妹姐姐来，日式烤肉串，对羊肉片，好价，多元酥鸡，不一定要烤肉，啊，
卖笑啦，我做认真咧做生意，我嘛是为着囡仔，为着三顿，为着爸母出来拍拼，搞啥？你当初做爱平我咧耳啊？我咧过去啦，你啊，我快些快些搞交了，来来来，加五百你。